子，没位置，没味道，没味道。等好久。终于到家了，今天天气也是一样超闷，然后好像还有点下雨，不过今天礼拜三就是只有英文课，然后虽然到了大四，但是还是要11点轻松一点的课，说是这样说啦，但是上起来还是要花蛮多时间的，毕竟要交报告，还要读英文的小说，对。但反正，研究一下资料科学，加油！今天的口红是刚吃饭。被那个老板娘夸奖，哎呀，你的口红颜色好漂亮，所以呢，对了，兴奋一下，它是 Pat McGrath 的那个 Flash Five， 真的就是好像是应该只有在 Sephora 可以买得到，然后这里对，就是非常好看，它是一种红棕，很有杀气，很有气场这样。但如果是走可爱小可爱路线，很妞路线的，可能就是比较没有意识。The next day. 所以我想说这个 participation point 是鼓励你提出问题。之类的东西，对，大概就这个名字。对，那这东西就专门学 user experience 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需要 research 基础的，你是需要看很多论文跟做研究。Thank you.
道它叫什么？是麻团。好聪明哦！为什么？因为去里面就看到麻团，然后我觉得里面有什么。他看卡片。Slow.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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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